热闹的商业广场是中国每座城市的中心，但长沙的这片城市中心已经热闹了2000多年。今天，人们怀旧的周期越来越短，5年10年，城市就会变一副模样。在变化中的城市寻找30年前的味道，是这条街的超级招牌。7层楼高的立体夜市里布满了老街的旧招牌门牌号。重大节假日，湘江橘子洲头，盛大的烟花总是点亮城市的夜空。看烟花，湘江边的杜甫江阁永远是人潮最汹涌的地方。湘江流淌了100万年时光，一场烟火的表演只有20分钟。他们在这个时空下一同灿烂。这一刻是长沙今天留给人们的印象。